闪避后马上再蓄力，或者闪避后马上进行平 A 普攻。那么问题来了，别的大佬打断蓄力之后左右腾挪丝滑无比，你打断蓄力提高对窗口期的感知，慢慢适应一键一动的习惯，避免早按多按按错按键的情况发生。还有奔跑姿态加滑铲加翻滚加滑铲加跳跃，这个小练习对于窗口期的判定不是那么严格，目的是加强对跳跃和下蹲时机的感知，习惯之后可以让你在平时的对战中更自然的无意识穿插跳跃和下蹲。奔跑、滑铲、翻滚、滑铲、跳跃，再也不会出现想打断霸迪或者转真刀的时候脑子反应过来手却跟不上的问题出现了，也可以帮助改掉很多坏习惯，让大家的成长不走。
供一个绿色安全的开黑环境。